斌的吊环，对不起，单杠。滕海平的单杠，正反握起了。中宽180，并且特高切夫，刚才这个没有接上。在做中宽360，也没有接上。本来应该再接一个马凯洛夫的，他这套已经中宽前上失误了。后直两周转体720度顺下，滕海滨是一个老运动员了，他参加过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，并获得了那一届奥运会的鞍马冠军，所以他目前练全能，对中国队的团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但是对作为他个人来说要付出的更多。那么滕海滨在雅典奥运会之后呢，沉寂了好几年，直到这两年才开始在国际大赛，特别是像世锦标赛当中，我们看到他的身影。项目他的这个按照这种比赛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，